頭先啊，大匙羹已經診斷出個有病嘅政府係內分泌出現咗問題，器官同器官之間又互相排斥。如果大家睇翻香你背後嘅呢幅香港政府架構圖，咁到底係邊個器官同邊個器官之間出咗問題呢？以最近最多人關心嘅香港種樹政策為例，我哋嘅路政署會以影響交通安全為理由，要求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將啲有保存價值嘅老樹斬咗佢。另外，負責街道清潔嘅食環處又會要求斬咗或者種少啲有果實同埋有花嘅樹。哦，唔怪得知香港少咗咁多好香嘅白蘭樹啦。仲有嗰啲好靚嘅紅色木棉樹都少咗好多啊！乜政府唔係有一個跨部門小組去統籌香港種多啲咩樹，同埋點樣去保護佢哋嘅咩？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就係為咗加強部門同部門之間嘅分工同合作，加強效率，改善服務嘅質素。但係以綠化督導委員會為例，佢哋只不過係將大家已經做緊嘅工作，用跨部門呢個名形式上重新分配多一次。最後不會因為有這個小組而做多了或者做少了事。這個小組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政府各部門的綠化數目加在一起，然後告訴大家香港已經種了很多樹了。但是香港的種樹政策是一點都沒有變過的。香港現在的種樹政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套完整的樹木法去做以下三件事。第一，保護古樹同埋收緊斬樹嘅規則。第二就係成立具備有足夠樹木知識嘅專業政府決策團隊。第三就係制定種樹同埋保護古樹嘅藍圖。政府嘅綠化督導委員會陣容就強大啦。幾乎呢幅圖裡面嘅所有部門都要有代表參加嘅。即係話香港成個政府都喺度搞緊綠化工作。佢哋仲話好成功。唔使立法，唔使設立專責部門負責種樹，數字上邊係好成功嘅，年年都用咗成億公帑嚟到綠化香港，然後就話香港嘅綠化率仲勁過紐約同東京啊！對於香港政府嚟講，綠化即係四周圍擺一啲綠色嘅生物，而唔係種樹，所以香港嘅種樹風格係以種植室內盆栽嘅方法去種植室外嘅樹。政府用了很多錢買些綠色的生物放在天橋、路邊，死了就又買過咯。有時那些綠色的生物是真花還是膠花，我們都不會知道。你可以說香港現在不是沒有樹，但是比起十幾年前的香港，樹的數目和種類現在真的少了很多。這二十幾年來的高地價政策令到很多樹是因為地產發展理由而被斬了，好似以前南塘道同埋水警總部就有幾十棵老樹，一夜之間就消失曬啦。政府仲話冇人要負責，發展商斬樹係合法嘅。政府話斬淨得個樹頭，唔叫斬，叫修剪喎。要一棵樹消失真係好容易，但係要種一棵樹就需要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啦。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覺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一句咁有智慧嘅説話啦。政府樹木嘅政策反映咗佢哋對樹木嘅知識了解唔多，對樹喺香港呢個城市嘅存在意義唔太重視。樹木政策其實係反映緊香港政府管治嘅一個特色，就係唔係太注重知識，唔係太重視 R&D。R&D 係乜嘢？係咪 repeat and defer 啊？是不是即是射膊和縮骨呢？不是啊， R&D 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即是研究和發展啊。蛤？政府內部不是已經有很多專家負責研究和發展的嗎？政府內部不是沒有專家，不過那些專家大多數都是一些官僚程序的專家，他們擅長的是開會和做會議記錄，或者怎樣用 memo 將自己要想的東西和要付的就 pass 給第二個，而不是好像很多國際城市的政府那樣，官員都是有學術研究的經驗和背景的。加上這裡的政府和香港的學術機構有沒有長期合作關係，以及香港各間大學很少做各項和公共政策有關的研究，所以政府喜歡找顧問公司來做研究，
不過呢啲國際顧問公司好多都只係公關又或者係管理顧問公司。最叻嘅就係整 PowerPoint 啦，嚟嚟去去都係做埋曬啲 organisation chart， 同埋建議 cut cost， 檢討嚟檢討去都係啲行政程序問題。香港嘅教育改革就係一個典型例子。改革咗咁多年，大家都仲係喺利益層面度打泥漿摔角，而唔係諗辦法令到啲年青人中意學習、學識學習，造成呢一個情況。香港嘅政務官係要負上一部分嘅責任嘅。政務官話就話係通菜，咩通菜啊？你唔知咩？香港嘅政務官全部都係通菜嚟噶嘛？咁佢哋當中有冇芥蘭菜啊？若果你是芥蘭菜，你都不會認啦。他一定說自己是通菜，又叫做通菜，即是什麼都懂那種菜，但他們只是行政通菜，而不是英國那種劍橋牛津式的人民通菜。什麼是人民通菜啊？人民通菜是本身對文學、藝術和哲學已經有基本的認識和看法。人民通菜不會只是用數目字去看問題，仲會考慮一啲抽象而唔可以量化嘅問題，好似樹，佢對一個城市嘅重要性唔係單單睇表面嘅功能嘅，而係能夠令人感受到一種同大自然嘅接近，間接提升我哋嘅精神情操。行政通菜嘅政務官只係好叻處理行政效率同埋程序，但係知識研究能力同埋對人文科學嘅認識就比較薄弱啦。最慘嘅就係政務官唔係有好多機會去進修。就算有，至多都是去哈佛牛津讀下那些公共行政管理課程，好像我們這套戲影射的曾司長都有去過的。不過曾司長都不是去研修一門專業的知識，這些行政通菜通常三年就調一次職，三年前是負責教育，三年後就負責街市衛生，再過三年有可能調去負責監管電視或者電台。香港已經不是一條漁村，政府要處理的政策越來越複雜，但是香港政府的官員很多時候都當香港好像一條漁村來管理。政務官的所謂通才體制根本不能夠應付香港未來的需要。如果要改革香港的政務官體制，就應該將他們分為兩種，一種是專業政務官，一種是政治行政政務官。專業政務官是要長時期培養，學習掌握一門政策。政治行政政務官就是負責一些非專業政策的政治協調工作。另外一個要改善的就是香港政府的政策研究能力。香港政府決策局現在是嚴重缺乏政策研究的人才。英國政府單單在經濟方面的全職研究顧問就已經超過300人。香港人口是英國的1%。香港理論上是應該有幾十個顧問的，但是你估下香港有幾多個經濟顧問啊？20個？錯，一個。嚇？是一個。有一個都偷笑啦。是啊，在政府裡面經濟政策有一個顧問已經很巴閉的了，其他大部分的政策局是一個都沒有。其實這些顧問是做什麼的？他們就是飾演政府高官的智囊。那智囊是做什麼的？他們主要是針對目前政府政策的成效去做研究和評估，根據這些結果提出改善政府政策的建議和方案。由於缺乏這些顧問的配合，我們很難要求香港的政務官對政策問題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政務官有一個習慣，就是不敢試新嘢，反對做任何新嘢。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研究去 back up 他們去做新嘢，何況就算做了事或者不做事，過多幾年他們都不會再在同一個崗位。不做不錯，少做少錯，多做多錯。如果說我們的政府是有病，病因的核心就在政務官制度裡面長期缺乏了維他命 R 和維他命 D， 導致管治能力下降。董建華在任7年沒有處理過這個問題，以為用問責制就可以改善和平衡政務官之間的權力。董建華不明白，做了7年都還是不明白，政府不補充維他命 R research 和維他命 D development， 管治質素是不會有改善的，搞到最後要胡主席開金口。他們都不知道原來不足夠 R&D 譯翻做中文就是
查、找、不捉。除了喜歡在電視劇裡面看到大長今發揮查找精神，香港人從來都不重視查和找的。香港人口中的讀書就是讀雞精書貼題目，目的只是為考好個試，而不明白學問是要由研究開始，沒有研究就不會有發展。雖然香港的物質生活條件比以前是豐富了，但是精神生活上是幾十年都沒有變過的。蛤？有沒有那麼誇張啊？我們怎會幾十年都沒有變過啊？那你們覺得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關心的事有沒有不同啊？問我們這一代，不如聽下下一代怎麼說啊。